Yeah.
Thank you.
有一款思维无常之苦，又轻化无一样，最有当地用，受控制共同用，兄弟，希望以后当赛条为官，到兄弟股重要，赛条为官，门红当母定国，无梦想，希望当到兄弟股重要，今日我煞干地气，心惊胆跳的兄弟哦。人才出水一件事
辛苦，将我饲到这么大汉，现在母子相依为命，看我哪年也一定是有岁数了。现在我也已经大汉，有了伊这是应该。虽然家境无讲偌好过，欠债欠欠，加减啊三顿也搁有。透早起早要找阿娘嘛，伊真闲。再来母子小坐山顶来去，该连搁千里找宝气。相依为命，也一定经过当年，我为伊看望，就是素梅伊的终身大事，就我这个母亲伫咧辛苦比正苦，干怎讲我也于心不忍，万要有一天，伊若有好的归宿，幸福美满，我就心满意足咯。厝内底工课，你着安尼心无用，胆无用，使何用安尼生？来搁真疼甲阿母亲啊！阿娘、啊，这是应该的。你我母子人情，而且你拢有伫底甲我教，做人的事事着爱有大有细。但我面头前甲你记咧，我尊敬你啊，所以这着是我的本分。阿娘，知影你有孝，恁阿爹真无福气。看你长大，再来离开这个世间上，我为伊寄望，下在你的身上，希望有一日有好的良君会使照顾你。阿娘，坦白讲，查某囝无想遐尼啊远，只要伫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友好陪伴你，安尼就有够咯。你真乖巧，也真体贴。阿娘，我看今仔日的天气遮尼啊好，查某囝想讲，我要去山顶的所在，要来去捡茶。你要往前山顶的所在，今日捡茶，你若无想看卖，
你爱查囡仔，将他幼细，这粗重的工课，唔都阿娘我来做。若无安尼死啦，你若要捡查，阿娘甘坐你来去，会使甲你斗三工。阿娘，我就是唔甘互你做。我希望讲你伫厝内底好好休困，我少年人，我有气力，我来去就会用钱啦。人讲哦，食老就爱当啦。啊，伫厝内底我嘛唔知影要创啥，若无安尼先，阿娘对你来去，同齐甲你看前看后。安尼好，啊那安尼拖重的你就给我看，你伫边看就好啊。好啦好啦。啊，我来去准备，你等我一下。赶紧。做门做友好诶，都唔甘我做东做西。我安尼想，我嘛真唔甘。阿娘，嫂啊，还佫有布头，我拢准备好势，今咱来去。已经准备好啊、哦，安尼听，阿娘叫你来去。好听，听一听。阿娘说，我会。我无代志。哎呦！我知影啦，啊你嘛同款，我知影。查囡仔咧，将脚幼细，啊你唔通受伤咧。对啦，放心啦，叫我常常来，阿娘娘，我来去。阿娘，啊，伊什么人啊？阿娘到底遐？我嘛无事无知，啊这个少年人，啊哪倒伫咧遮？阿娘，宋伟，你家看卖，看够喘气啊无？好。阿娘，有啦，还阁我的啦，还阁我的哦。我安尼心哦，好参想哦，受伤真重嘞。若无安尼啦，咱家插倒来厝内底，看有啥物物件通啊，家医治伤痕，身上人哦，救精神较够够。我先要行，咱先家就倒倒来厝。查某囝啊，我今日啊，你准备吼一罐药啊，也是茶吼。通好家煲伊个香云，我知影，我拢起来准备。哎呦，啊若碰到即个代志啦，啊出到外面，碰到即个少年家，安尼心哦，做得吼大空细空。起来，起来，我来。我好啊，好势啊吼。少年人啊，清醒来。
五房出，你也无气象，伫咧厝内底哪厝安母啊囝，若无你着先安心带落来，伊伫你的伤痕，若是伤痕好势，你才会偷偷啊离开。啊，你伫咧讲，你若即摆也无亲无笑，啊，你也无气象，将阮家当作家己的啦。是，是啦，把家当作家己的厝。对啊。对啊。安尼先，敢袂对恁伤过娇了？还是讲说恁有事啊？那是看到，岂不是和别人纷纷议论呢？袂啦袂啦，阿娘，咱家后面遐毋是有一间厝，拢也无人住，也无规气安尼，遐整理你会互伊住？对对对，阮宋梅讲了有道理。虽然阮孤立寡庙，难免有人吼会讲话，啊后边遐有一间厝，啊你若无去啊，阮家庭落保，安尼是你该住落来。可是你也真是搁伫遐提示，就是气扬阮的身份。无无无，你哪有可能气扬的道理？叫命是运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八十就袂富，哪有可能气扬是你的？那安尼是你着安心转来，来查某囝哈。既然五公子来到这，啊你带去吼，房间所在互休息，啊实在是啊环境的，以后也要住伫这，伊的伤痕哦也无可能遐尼紧着好，啊吼好好甲交代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我带伊来去后面的所在，迄间厝看卖的。赶紧的，紧去。公子，你听我听，对面。听。怎么无同款呢？啊，平常时啊，阮厝内底着较少有人来。啊，看查某囝的举止行动，我做安尼啊，敢讲唔知影？我即摆随尾后来去，看这两个少年人讲了安怎样，才偷偷啊，给阮查某囝安排上来。离开你呀！啊，讲安尼嘛对啦，
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代志要做，而且你来看，虽然咱毋是一家人，但是当我一直甲你当作讲，你就是我的朋友，因为作为一个这么大汉，身躯边也无什么款的人会甲我讲话嘛，只有阮阿娘。所以我头一遍看到你，我就感觉对你非常的亲。你讲身躯边，只有你甲恁阿娘哩，一定啊，我斗阵散食，大家嘛拢看我无要紧，足无的。所以也无人要愿意跟我交陪啊。所以听起来，你甲恁老母住在这个所在，那你讲起来，你身躯边就是无好话说。什么豪华世家，根本就无人啊！什么人伊会来保护我？就是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宋母。你讲人可能无去，也跟我的生活都无同款。安怎搞？因为你的心过来真单纯，也搁真善良，救我的性命，温暖在我的心怀。他说过我无用，也是讲，我来照顾你一世啦，嘿。如果你若是无去呀，你放心，只要当中我都肯托圣天师，把我的香塞伫福云关，这做兄弟的参事，我身上是无依无挂靠，加上你伸出你温柔的援手，使我真感动。以后我若做官，让我娶你，你敢答应的惊死你啊！永远袂变卦，也过你绝对爱甲我，只要我惊啥会做官，一定红灯四桥来甲你迎娶，互你享受荣华富贵，互你甲你老母免阁再吃苦。我会当感受着是你诚心诚意，虽然咱两个人私底下伫在讲，啊，不过嘛是爱阮阿娘答应啊。好，你甲阿娘去，我甲你讲。少年人咧有讲有笑，啊！恁讲着婚姻大事，啊！我早早拄啊着听着啊！啊！既然安尼是，你若无去啊，我查某囝，我当然嘛一定会答应。多谢伯母，对你的女儿，我是真心想要甲伊照顾，也感谢恁双人救我。对咯，我心想，我是往前惊啥好科技，希望会当再调为官，只要我若是会当做官。一来会见圣上，和圣上明白兄哥参死之事。再来，第二件大事就是红灯四桥来助你迎娶。阿娘，你有听到伊伫咧讲无？不管安怎，有娶我无娶我，迄拢是一回事。现在咱着爱想办法，让伊去到京城。伊若有半通做，唔只有法度。会当洗清因大哥，唔免让因大哥直接惨死啊！这是当然，既然你的大哥也一定死，你伫讲无亲无笑，为着要做官，所以放心啦。平常时我母仔住伫这山顶所在，我买一寡野菜，啊，其实我有欠一寡嘴银。你若是啊无去用，这个嘴你家收落来，就囝去做官。早暗若是休困，若是有半箍做，通我娶阮查某囝啊！伯母。这是你辛辛苦苦所赚的嘴银，你讲你把这嘴银给好我，我若不知你是要怎样呢？做你放心啦，人讲囝财如灌注，啊，伫咧这山顶的所在，一世界拢有囝财。我两个母仔囝无开什么钱，这钱你一个月收落来去做官，有官通啊做较要紧。你讲我是囝财，对啊，安尼，平时用可是够必要哟。无囝财。多谢大表，少母，时间已经无早，我想我早早出发来去，到时阵去到京城才写批予你。好，我会等你倒转来，不过一路上，我惊你无人
唔得照顾你，你凡事拢爱慎重，你知影无？我为着你，保重我家己的身体。安尼啊，赶紧嘞！我下一寡遐的钱出来，遐嘴硬，你呾早伫身高边，还佫有一寡干娘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老兄，你帮我拿点水，你偌尼啊好，你唔通袂记，你一定吼爱好好保护你家己。我家己伫遮等你倒转来啊。我了解。来，好家仔。这物件嘴拢吼伫包裹内底，啊你吼都爱暗行左右，唔通吼家己伤忝。大表，你放心，这是一次，我就要出发来去，你嘛是要为我保重。素梅，我若无伫个，你就甲你阿娘互相照顾，我等我做我的好消息。好，去到京城，十八点会车批倒转来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我来去，谢谢你，谢你。伊若有我通啊做，你一定会好命啊！阿娘，我若好命，若安尼以后，阮两个翁仔某当然我一定好啊，有孝哩。我一个乖查某囝，啊，即马啊，若我迄个好囝婿去做官，希望讲哦，会使替伊个兄哥报冤仇。啊，第二啊，早暗倒转来了后，通啊哦，带你过无，安尼咱一家就用团圆啊！安尼真是上介好，我嘛足希望讲。一天会当赶紧来到位，阿娘，风正愈来愈透，行，我带你入来内底歇睏。好，行行行，咱来去。走啦！我酒醉。
啉嘞拢酒醉，应该是讲穿恁无几嘴啊。哟喂，啊我唔是别人，我做玉米啊，啊拢做黄的。嘿哦，迄个原住民看到我拢甲我叫呢，伊就无代无志啦。我原住民，你拢无爱甲我尊重啊！啊，讲着讲哦，啥货就拢爱甲番有关的啊。我甲讲哪有啊？啊，玉米台语就番马啊。嗯，啊哪有？啊无恁辣椒安怎讲？番南球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啊你们到村怎么讲？叫番头啊，对嘞，哈、啊。啊，你某呐，甲你小妹，你拢甲袂上批番。哎，讲嘛是有理咧，啊，我著甲遐厝边隔壁拢咧相骂啦，啊，吼，甲人袂合啦，所以来到这个三车路口的所在啦，才开一间店做生意。啊，因为吼、哦、做人无好，生意歹，啊吼，毋知要安怎，所以呢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呵呵，跳楼大拍卖，啊，若有人客来，我趁一栋好栋啦，呵呵，我准备摆摊。小米本钱坑的店牌挂向东，人马闹长餐好头菜等人吃，走大哥给我四位催眠，我已经用尽了，你去搞惊喜哦，你看这个这么远的路径动中间哦，我是小米本钱，有这款的代志，想袂到天公伯对我真是真好，给我买了这个真好的代志，内面有人买的无？啊来啊，人客你好，哈、啊？啊，人客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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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这要住店，还是要吃饭？吃米，吃米，我爱吃饭，我要吃米。吃米哦，吃米，我爱吃米，爱吃米，吃米，确定要吃米，吃米，请，多谢。走了就经，我这边吼、哦，比你传统好好看。请这个吼、哦，要吃大碗、细碗。真是大碗好啊。大碗，大碗的哦，小屁嘞，大碗的啊！我袂记得甲你问过要汤面啊，豆牛还做豆牛啊？无紧啊，无紧哦，啊无我加汤五厘，我来汤汤。小好嘞，我加汤嘞。我。都忘用这袋，多谢。吃吧，多谢啊。好吃不？好吃哦。好吃不？好吃哦。因为足重要，所以爱问三解。好吃不？真正有够好食，真正有够好食，真的啦，好食着，你是干做人真好，多谢啦，好好好，多谢，好好好，这哦是来保庇你，好好，给你大赚钱，多谢啦，哎，等下，八姑，啊，你今晚要走？来走啊？是安怎要走？啊啊，无够所在人困吗？什么够所在人困？啊？啊，你免纳钱哦？六十？系啊，无喏。啊，你拄只有事啊？嗯。食面免钱啊？食面免钱啊？对啊。来，看清楚，只有卫生纸，搁搭配布。食面歹食免钱。多
吃，我甲你问讲好食无？你甲我讲好食。啊，好食就爱六钱，大碗的大米一碗70块。我搁加汤呢，我无甲你说一层糊糊的啊。70块，等于咱即卖时代等于嘛三两。三两。好的，喂啊，你安尼做生意袂用心嘞，啥袂用心？你来安这个歹车搭起来，安尼人去看到，就当作食面免钱。我身躯无炸钱呐。我有钱，无钱呢。别紧啊，真是别紧，出外人嘛。来啦，免惊，我袂贪出大啦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哈，免惊啦。啊，佫会枵无啦？是真正，你迄大碗无介大碗咧？无介大碗哦。啊、我佫吼捧阮内底上顶的料理，佫请你啦。所以拄则你是咧甲我讲生笑诶？当然啦，交朋友嘛。好佳哉！我想讲你着讲食物毋免钱，原来你咧甲我讲生笑啊？讲生笑的啦。有佫较好料诶？有喏，来，上宾招待，来，等我哈。唱出来！在唱啥？上宾交代，唔免让你动脚手。唔免动手，唔免动手，我爱亲。你给我亲，我爱亲。是困难代志。哎、欸。听起哩。啥叫唱啥？上顶的料理，吊狗食咖喱饭。我是惊听出来无听过，啥物叫吊狗食咖喱饭？还要创啥啦？要创啥？你这个唔惊囡仔，南蛮囡仔，哈？来到这要搞食包餐？啊那我要安怎做生意？那是阮家的自由，我甲歹只条件甲搭起来啦。互人讲做食面免钱，你要来在食食的，较来算钱。啊，你家己跳入我的窟内咧怪啥？无钱，你那无钱哦，你别怕你拄小。哎，小妹，老弟啊，哎，小妹，你即马举棍啊，是要创啥物？这个唔正经啊，傲少年，破少年啊，唔正少年啊。来，我才吃面啊！食食讲无要拿钱啊！讲我按头要做伊走呢，要搞食霸王餐啦！就是看代志。行啦。那呢，你相信哦，我来问看卖啊。啊！你即摆要做公车呢？无唔对啦。哎呦，查囡仔我爱讲啊，人伫遐讲啊，食鱼食肉，莫看人冤家相拍啦，公车会变宿主哦。我知影啦，头家你着我面子嘛。哦，好啦，我你面子。这位公主，漂亮，那我快先甲你放落，坐死哦。啊！你搞到啥？好了。啊！你真屌！好了。等一下再修理就好。我甲你靠这地咧管遮尔，按起来无害啊？无害啦。起码是不能养的问题。好，你先较火火，较歹啊倒的。公主，我借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讲吃面吃起来，算面钱好啦？伊是小人。伊是少年，所以讲，你敢知？我为这经过，心存不满，想不到，我看伊牌匾顶面有写“吃面免钱”，我请你慢死哦。结果，你甲看，伊甲迄个歹子啊，甲伊打起来，即马我吃饱，要甲我收钱。原来是如此，那呢，你免惊，由我出面。店头家啊！啊你安尼做人无老实呢，你是安怎甲人吃米免钱，啊迄歹只甲人打起来，害人误会一场。你做人无老实，安尼甲人骗，安尼唔好啦。妈咧，社会事溜溜秋秋，靠咱这两对目睭呢。哎，你要来底看到牌匾，哎，无讲咱为虾米啊做安尼甲打咧，哎，无看到。啊，就是讲，哎，就家己看大字的，无看细字的，迄就像迄10元钱。世界鱼啊！哎，你要看到你的钱，啊！你怪什么人啊？你唔是讲人骗
骗人。就算你生理当下哪摆，嘛袂用做安尼甲人骗呐。我讲啦，人伊艰苦啦。啊，伊艰苦，我就袂艰苦你啦。我生理歹甲安尼，我若无安尼做，我想要安怎做？生理歹上有通。好啦好啦，你莫生气。其实伊都无钱通我陪你啊，不要紧。那呢，你看偌济，我替伊付。三两。三两。头家，你真正做乌的三两有淡薄仔贵。佮加汤呢，加汤呢，佮加汤的。嘿啊！好啦，来啦，三两拄好好哩。那呢已经无代志啊吼，你嘛刚放开的。免惊啦，我甲你放开的。我甲你调透起来啦。祝你好运啦，这小姐救你啦，啊无吼，恁爸一记落来弄。像迄个人布袋戏安尼，老甲你拖起。好啦，莫生气啦吼。无滴。好啦好啦。你讲我滴。无啦，你听唔到诶。你讲我滴。我为一百二十公斤瘦到今嘛，你倒讲我滴。我哪有讲你滴？无你讲啥物滴？我讲无滴。啥物叫做无滴？无滴就是滴。你是讲我滴无是啦？我听。不是啦，你莫生气啦。啊无无滴啥物意思？我嘛唔知影，你爱问伊较清楚。无滴啥物意思？我不爱陪你讲。生理欠，我较煮。我讲你莫生气啦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较煮。我是爱你的，无等下佮歹伊还无赔钱。公主，姑娘，这是多谢你，凡你相救我，若无风采的我。恐惊到明仔断食咯，不好不好，这是举手之劳。好个，你出头介济呢？我袂记你收单，我紧收收的啦。你说个阿妈，无人客啊啦。我不爱做生理啊。好个，歹势呢。公主，那呢，请问你名唤何事？我名唤吴用。你名唤吴用，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铁牛精。那呢，你是要为倒位去啊？往前惊啥虎口去？望见当赛条尾官。赛条尾官。好，那呢，你要赛条尾官，你看你也艰苦啦。你通菜食面，辛苦都无成啊。你敢搁有银两？是，听一步算一步，三碰水一粒马上掉。好，那呢，我问你。你要裁掉为官，那呢？你以后敢会公正无私？大大细细的代志，不论什么代志，你敢会当做官为公正？你名唤铁牛惊心，梦到姑娘裁掉为官，忠心耿耿，报效朝廷，不怕有人皮肤忧愁。再说，我若真是当裁掉为官，我绝对无可能。贪生怕死，贪官污吏，我必定是光明正大大公无私。这样是嘞，不错，你有这个气象，那呢不要紧，来，你手伸出来，借钱援助你，你会当往到京城里去上官，上京赴考，你不免烦恼一切，我名唤铁牛精，踮在牛山所在。那呢，咱的后会有期。铁牛精，梦到金钱援助了我，今日我只甲你收下，下次让你再调为官，来日有机会，我必定好好报答你。到时，到时。看到伊乌用，这么有坚持心，要再调为官入去，希望伊会当顺顺利利。我继续，不敢停步。在客厅就是。哦。像我骗，失了主干，姑娘经过，西我年轻来的孙子，爹亲心机往爷地位，富天地界，享受荣华富贵钱，
正是山珍海味，青石岭落芳丝，应也是珍珠玉器。每日期间逍遥自在过日，平时期间听亲向我所说，来日期间我是要定户自置。叫我合清清的，爱读一寡书册，迄册无读我是无册，那愈读我愈册。今仔日爬起来，管寒天气的清河，不管惊心不在，照暗动的，要做外面地界游山玩水，一人思想不当两人思量，袂了暗动的快乐。动作爱较紧，当然爱较紧的啊！你看我卖，天气就紧冲出来。看阮老爸无伫的，穿西外套游山玩水。哦，这我上爱的啦。安尼看一寡景致，上界重要的。重要是水水查某啊，当然啦。姑娘啊，遐啊，了解我的心意，安尼个担心一回。啊，就紧行，行再去，行再去，卖拖地，行。哎呦！
基本我也不懂这边的妖魔花，所以这边来。妖怪，哎呦，左边别去，妖怪啊，左边你有我通做，做媒人的你发生何事嘞？做媒，伊比了上主真正疼衰。
哎，讲无做，我无做，无做，无做，大声，无做，安尼就对嘛。我等下要讲伊无做，我想去惊一个，惊一个。你来调头巾啊？我来惊啊，惊一个到底，一句话写我就写会看。我大声叫哦，硬拍哦。伊讲我无啥物搞拍咧。安尼哦，安尼就表示我查清楚，按今日无做对我转来去。行行行。哎，够厉害啦！王爷，会做歌手会出力，洪财，你两个白囝，佮脱了真好势。你方明讲话好，一定。王爷，众职为官，我等你看到地位到身份，东宫青龙爷，小小一个大臣，春秋暗君，你也敢一个模仿我？就算讲我的囝有做，咱会当冠军上位啊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为什么为着一个八面礼，你如此大费周章，一定爱当我的囝八面啊？因为死者就是我的命，冤家！小小一个未婚妻，何用如此重礼呢？代表为官，我恳请你步步如瓶，爱三体四帖都都有，哪解千金小姐免惊无？给我一个面子，将我囝放开，安尼你就有福。我不要。讲什么，搁甲我讲一摆。一不要官，二不要财，三不要资格限量，四要回单不可。回单不够，真好。回单不够，你打头官嘞。我的囝就算犯罪，本王无犯罪。我今仔日一只手，跪在我的囝肩胛头。你若要斩我的囝，你莫去伤着我。你若伤着我，我你下罪难终。哎呀，干嘛？哈哈，恁爸让你扛，阿爹，你要听话啦。你将阿公要死哦，我怎么管啊？给我卡给。爹啊！从哪里去？机关退进，唔免到金銮宝殿。来来来，欧阳，满山全是敌，无欠甲你欧阳这个机会的。那要机关退进，不能准你。好，哪里的枪？欧阳，你大前来接兵来喽！哈哈哈哈哈！真好，你甲我赢个哥，你是该嫁好对。哎呦，乖囝，我呀，你阿个当乖囝，来人啊，叫东平君妈妈。
始开始一起行呀。各方白兵的嘛，兄弟起来闹欢声。这个剑的做坐标，跟团结到哪一将快快去喽。最后转，最后转，妖妖显牛山。下半年会不会再比 AM 三跟团出村抢先团体过多那你们后就顶个赛后一条队